买了好东西。你又到哪里买猪肠子来喽？来，这两天你不是说吃野菜吃老火了吗？来，加餐。加餐这个很难搞呗，所以就交给你了呀。那好，我去弄好了。好。我妈用这个老酸水在洗肥肠，这是她刚倒来的，我都闻到了老坛酸菜味了。妈妈说用这个老酸水洗得干净一点。妈妈，今天你这个肥肠怎么做呀？做个酸辣回肠吧。好的，酸辣回肠。我妈她洗个猪肠子，她要拿眼镜，这是干嘛？妈妈，你戴眼镜干嘛？我看见头，待会去整这份油馍馍，我就没看到，妈就掐脏东西开进去了。好香好香啊！这个猪大肠已经差不多快炒好了，剁椒猪大肠，酸辣的，看起来就非常有食欲啊。妈妈，你的猪大肠炒好了？哎，炒好了，好香啊！有点香吧？我想吃一个，不许偷吃。你这是干嘛？香椿啊？腌香椿。哎呀，这个我最喜欢了，今天两个菜都那么好吃，那我肯定要多吃一碗饭。吃八大碗。吃八大碗。那我们家的那个煮饭的锅都不够煮。好吧，你吃八大碗吧。啊，刚起床又要服侍小少爷穿鞋子。宝宝周一婷，他可能知道我们吃饭了。对，哎，他白天睡觉他也睡不了多久，大概就一个小时最多，有时候睡个20分钟他就醒了。抱着可以睡久一点，然后放床上他就睡不久。宝宝，宝宝，来，我们吃饭去了，快来，你的油头。今天淋了一下雨，可能，然后就出了一点汗，来，我们去吃饭喽！哎，来，你给大家打个招呼的。吃猪大肠啊！拜拜。我又不能吃，拜拜。周一婷。宝宝，拜拜，拜拜了，拜拜，不理你，不想理你，刚睡醒，不想理你。哎呀，还好开心呀、啊，还好开心呀、啊，拜拜。啊 ，hello hello， 啊 ，hello hello， 哎 ，hello hello， 哎，对了，他喜欢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吃饭喽。来，宝宝。喝茶嘞，喝茶的很嘞，猪肠子啊。他来查的。我煮个饭哟。看样子就不错，我跟你说，真的很好吃。你还接着是给我举一刀，这我知道了。你什么菜都炒得好吃的。我要来吃了，我已经快点，等下被我吃完了，受不了了。